说走就走的旅行。Welcome to Vietnam， 到深了，对，要庆祝一下。它比台湾香肠还要好吃。在越南做美甲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菲菲。好，我现在呢人在桃园高铁站的机场捷运月台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第一次人生做出自我平时不会做的事情，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我现在呢是要去飞机场，因为我等一下要搭飞机去越南。今天礼拜二，这一张机票是我在礼拜六那一天订的。我不同，我觉得我才疯狂。那主要会去这一趟越南之旅呢，是有一个主要原因啊。那我可能到了越南再跟你们讲吧。Let's go。那我现在呢要先拿行李，拿完行李我就要找咖啡厅去工作，等我朋友来 Vietnam， 在 Paris 的帽子。我的饮料，这个是越南 Milk Coffee， 有点像马来西亚的 Nescafe 之类的。Hello， OK。其实有一点兴奋，因为我第一次来，期待可以探索这个城市。我听说这里很危险，这里就像那些人就会坐着那个摩托，然后抢你的手机那种。我有点担心我的相机会被偷。我从越南出来像明星哎，你不觉得吗？不是很多人在外面那等你。好啦，那明星，我就觉得太多了。我没有化妆，你看我该成这样。那我要开口罩。OK， let's go。So， how to say yes？ Yes， how？ 咚。你一定有抖音的声音，咚，很像法文的咚是手的意思。咚，哦，手，手。Oh my god！ Welcome to Vietnam。你会打吗 ？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很痛，很痛，横冲直撞。没有买刹车器可以来。这边质量应该是。你过马路靠感觉更好。第一站来吃，哎呀，被树遮住了。哇哟，有中文的耶。这是什么？都炒。我记得是放进去的，它到了，所以我们任我们吃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是很多人摸过的菜，这样子你还会强壮你的身体。来款，请来款。好新鲜，我超爱吃越南河粉。厨房里有盐。Oh my god， 好吃，它的汤。我知道鸡肉河粉，就是我知道有牛肉的味道，所以没必要的汤是用牛肉牛骨下去炖的。它的汤我觉得没有到那种很味精，你觉得很咸吗？我觉得还好呢，很清甜呢，我觉得，而且不是那种味精的咸。喝了那个汤不觉得很口渴，而且它的鸡肉给的很多，我在吃到最后快见底了，还有这么多的鸡肉，见底的汤。懂？上海的。OK， 我们已经变了一个样，跟刚刚狼狈的样子差很多吧？应该是可以剪一剪。对，我们到了我们的 hotel。这样开门很美哦。很可爱。哦，有一个帅哥。我们要不要换行程？好啊。那我们现在呢要去探索一下这个漂亮的城市，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去看附近有什么景点可以去晃一晃。我本来想要跟大家讲 OK 为什么要来这个 trip 呢？I don't wanna say it
OK， 就是你说。好，就是我们本来来这个 trip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个30岁单身了，单身了，对，要庆祝一下，想要脱离一下在台湾的生活，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决定要去那个Bandan Market。你来这里，我才发现这里没有 MRT， 都是用 Grab Taxi。平均一趟来讲，刚刚可能从机场来会比较远啊，所以贵一点。But 我觉得像我们这一趟大概10分钟内，啊，6块钱了吧？才6块半马币，45块，也太便宜。我们来这里当百万富翁 ，Come on， 拜拜，拜拜，来打卡一下。Yeah， 建议大家来哦，搭 Grab 会比较好，比起你在外面拦 Taxi， 因为 Taxi 它有些会绕路啊，然后给你跳表跳很贵。你搭 Grab 的话，它就是有固定的路线，就有固定的价钱。我们要去逛一逛，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。Let's go。买过之后要怎么逛啊？喂，每一条大街还有分小街，那怎样逛得完呢？请问你今天学的越南文有什么？OK， 我们现在呢刚逛完街，然后把东西放去饭店，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，吃晚餐啊，不是吃晚餐，你心不在焉呢，like in real trouble， 去吃好吃的米线， Let's go。我们在垃圾街吗？真的很臭哎，我觉得越南真的，我一直在想卫生观没有。是你真的踩到旁边了，妈妈！这里就是鼎鼎大名的，有很多酒吧的地方。等下我们吃完饭就来这里喝一杯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间是在那个酒吧街里面的一间餐厅。但是这一间餐厅呢，我是在 YouTube 上面看一个香港女生介绍， Google 评价也是4.多分，4.3嘛，然后也是有1000多个留言，应该还不错。它这边就是出名吃沾米线，对，然后价钱也不会太贵，超便宜。有吃过沾面吗？没有。可以，它比台湾香肠还要好，好像哪个真的，它的肉腌得很入味，然后它拿去炸，好吃好吃。这个5分嘛，哦，我可以给4.3分，我还没有吃到米线，酸酸甜甜，很好吃，牛美，棒。整体来，你给它几分？5分嘛，这我可以给它8分，神啊，萌。来，你要选哪一个你最喜欢猛男哦？好像这边比较多猛男按摩啊。这里很偏，我们左边这里。哇哦！我们从这里下去。快拍！对。哇！我们今天做的按摩的呀，不是漂亮的完美六十吗 ？OK，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。哦，现在我们要去吃粉，我觉得我们要吃爆越南的粉。点了一份生肉跟猪肉丸，跟昨天的比较有不一样吗？好像昨天比较好吃。我觉得这个汤昨天的比较甜一点，汤口比较清，但是这个有点感觉比较重口味一点。它这里的牛肉比昨天的鸡胸肉还柴，总分我给它2.8，可是他们顾客评价还蛮高的，4976个 comment， 4分。等下我们要去体验一下在越南做美甲，因为我本身做美甲的嘛。
所以当然是来到这里就要体验一下越南美甲，在台北很多也很便宜，我们来看看他们这里的技术跟台湾的有什么不一样。Classic Combo 30啊，56块而已呢，很便宜啊。哇，再来体验一下贵妇胸型，它的背还是如一如动的。哎，它的椅子是 massage 椅子，哎，好爽哦！我想来做一个渐层。OK， 好的，我们已经做我们的美甲，怎么样？你的感想？我觉得超值的，非常值的，是非常的便宜。但是当然技术就不能讲怎样啦，就不要要求太高咯。因为以我这个学过美甲，然后我对美甲也要求很高的人来讲啦，美术的部分没有满足到我啦，因为它的渐层我就故意要调渐层，因为我想看它渐层怎么做，结果它渐层是用手指去拍，然后我的指甲上面有它的指纹，也是一个纪念啦。然后我的脚是做胆色，这样子我做大概麻痹110，便宜到有点吓到，所以我们才去做，降了价钱，当然可以，我觉得不要要求太高。CP 值我觉得可以给到他私粉，因为在台湾永远找不到一个700块包手脚跨肩撑，然后再包卸脚，所以找不到这个价钱呢，在台北专业的没办法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啦，来这边体验一下泰国人的技术，泰国哎没有，越南人的技术。我吗？那我们现在去泡杯咖啡。我们来到这一间，我也是上网找的，它这里很像是出名 egg coffee， 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egg， 是有加 egg 进去的意思吗？等一下，我们的餐点到了，这个就是所谓的 egg coffee 蛋咖啡。你知道蛋咖啡是怎样来的吗？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，OK， 蛋咖啡呢是越南很传统的一杯饮料，因为之前法国朋友那一款，法国人他就带咖啡进来越南，然后他们就想要做成 cappuccino， 但是以当时在越南牛奶是非常贵的一个东西，所以他们就拿蛋黄做代替，就有了这个蛋咖啡。那它里面就是会用蛋黄、砂糖，还有 condensed milk， 非常的甜。Can I know how to drink is the best way? Actually, you can take the cream on top first. Okay. You need a bit of coffee later. Wow, 好惨甜呐、啊，但是很香。它蛋糕。对，它有一点吃下去，味道蛋黄味很浓，但是我觉得还有点太油腻，就是你吃蛋糕那种后劲，整个嘴巴是有点油，它有点像台湾的奶盖啦。我觉得应该要比较。对，搅拌了完全没有油腻的感觉，然后还蛮顺的，像 latte 咖啡味比较重的 latte， 比较 milky 一点。怎样，它的 sandwich 好吃吗？健康的感觉，因为它很清淡，可是它看起来不会很清淡，可是它吃起来很清淡。Okay. 它旁边桌子上也放了盐跟胡椒，搞不好是要自己加的。有好一点吗？好一点。好吃，几分？几分？8分。8分。OK。参加了当地湄公河 tour。哇！天哪 ，I love you。Darling。最后一场吃到一个好吃的河，真的满足，可以回家了。好了，这个真是入口即化。I just hope you're OK， 好。